点赞和订阅按一下哟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波尼，今天呢，哒哒，小豆子吹气球制作记来玩一下看看，那么现在就开始吧， Go Go！ 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这里是波尼的气球店。波尼，波尼，波尼。哦，是小豆子呀。波尼，能不能也为我制作一个气球啊？当然没问题啦，我马上为你做一个。先将气球用气嘴器放进气球后，插在这里就可以了。开始用力打气喽！好，这样给气球充完气之后，用绳子绑好就好了。咔哒，气球完成，给你了，小豆子。这个气球不会飘起来。什么？想要能够漂浮起来的气球？那个我也准备好了。咔哒。等一下，马上就好。哇！咔哒！你想要的气球是这种吧？来，给你。没错，波尼，我想要的就是这种气球。是吧？我说相信我就可以了。波尼，我怎么飞起来了？波尼！小豆子。应该安全到家了吧？下一位客人会是谁呢？波尼，也为我制作一个气球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这一次呢，哒哒，就为你制作蓝色气球吧。做好了。波尼，这个也很好，但有没有凉爽的气球啊？凉爽的气球？啊，首先拿出材质，像这样卷起来，再用剪刀剪一下。往这里将气球插进去的话，凉爽的气球完成。哇，这不是美味的冰淇淋吗？让我来尝尝。所以说企鹅，这个才不是能吃的冰淇淋呢。我的冰淇淋。能不能也为我制作一个帅气的气球呢？你不用担心。你也想玩吗 ？Nope。我来吧。哒哒，怎么样，小鱼宝宝？波尼，我想要像英雄一样帅气的气球。什么？像英雄一样的帅气的气球？背景已经画完了，接下来制作英雄的眼睛吧。哈，将眼睛贴上去吧。哒哒，蜘蛛侠气球完成。哈哈，小鱼宝宝给你，你要的气球。哇，这就是我想要的气球，我要拿去上海给朋友们炫耀了。小鱼宝宝，哎呦，怎么办？解不开呢。